的历程，我们同时回过来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主啊，来成就做成个新的一代，主啊，在我们在生命、生活、侍奉、工作、学业，都来靠着你的恩典，仰望你的恩典，来得到你的帮助，来有一个新的设定，来有一个新的来的来命定，主啊，新的一个道路，新的力量，新的观念，主啊，来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来行走下一里路的时候，主我们是啊充足有余的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愿你帮助我们，叫每个人、每个家庭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国家都来充足有余的来往前迈进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愿你充满我们。谢谢主恩典，我们再来唱一首。